比亚迪在上海车展发布的全新的轿车“驱逐舰零七”正式在工信部申报了。该车的数据和此前车展上曝光的基本上是一致的，车长是四千九百八十毫米，轴距两米九，属于中大型的轿车。动力方面，这回也确定了两个版本：一点五自吸和一点五 T 的插电混动。它的外观，上海车展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，这一次呢就不多说了。 驱逐舰零七的尺寸其实比汉 DM-i 还是要大一点的，而且这个车设计的非常的有高级感，同时呢，在科技以及运动氛围的营造上，在同级的轿车里也属于非常非常优秀的。比亚迪汉也好，海豹也罢，在气质上拿捏的其实都没有这台车到位。驱逐舰零七隶属于海洋网，它身上有不少的海洋系的元素，可是它给人的感觉呢，又不太像海洋网的车型那么单薄。 官方定位该车呢是 B 加级，它既有偏向于性价比的1.5自吸的版本，同时呢也会有更高性能的 1.5T 的版本。那预计它的价格呢应该是二十万起售，甚至可能会更低，毕竟海报都已经二十万以内了。其实从这一台车上也不难看出它非常的有竞争力，所以如果你近期有购入这个级别的车的打算的话，建议你等一等驱逐舰零七。 此前预计它可能会在三季度上市，但目前来看，七八月份它就有上市的可能。